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很多花友都抱怨购买君子兰容易买到品质差的兰苗，不少花友都是在花市购买君子兰。那怎么才能用少一点的钱购买到划算的君子兰呢？一、看君子兰叶子，要选择株形齐整、叶片浓绿厚实、纹路清晰、光泽度好的。一般来说，越是浓绿、光泽度越高越好，代表君子兰这株健康，根系生长良好。如果君子兰叶子有黄斑病斑、叶片歪斜、纹路不清晰，这些君子兰买回去后养护难度也会增加，如果经验不足，还有可能越养越差。二、数数君子兰叶子数量。君子兰叶子每年的生长叶片数有一定的规律，而一般要两年以上的君子兰在12片以上才会开花结果的能力，因此如果价格差不太多，可以尽量选择叶子数量多一些的君子兰，可以尽快看到开花。三、如果君子兰带花，可以挑选一些花梗粗圆、健壮、花朵比较硕大、花色鲜艳明亮的植株，这些植株营养充足、根系旺，才能花开漂亮，后期在家里养护也相对比较容易，如果在网上购买就难一些了，最好多留意一下评论区的图片再考虑是否要购买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想要了解更多养花资讯可以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